域侵犯越南领土，中施者写着用抗议中国主张发展的内容的标语牌，那将向海盗标记的北京起，在使馆外拘禁大约半个小时，随后被带进监控的同时被警察和平拘载。媒体的照片说，越南最大的城市国庆是越南最为知名，后面是不是有官方支持，目前并不确定。再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在这一天，越南国防部长的挚友在新加坡出席了香格里拉电话会，召开记者会，他就说，五月二十六号发生的冲突属于民事纠纷，越南军方不会直接出面，但是密切关注事态进展。又针对美国国防部长代理人陈默，会继续在大使馆会议中地，软质演说，欢迎。